重上身也不后悔，高热量美食来袭。那你你走。很有幸福的感觉，花生酱、脆皮跟起司烤肉蛋糕，哎呦，好香哦！对，它的花生好浓哦，里面是面，对，然后上面是鲜奶油，鲜奶油，所以你一定要拌着吃。还有新鲜的辣椒，也有干辣椒，还有灯笼椒，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